比车展、牙吊砖、印度运动会靠骑呢。拖拉机可以点玩法呢？学嘢啦！当牙力唔一定要闹交噶，可以好似佢同埋佢咁。印度为期三日嘅基拉赖布尔运动会上个礼拜日结束，有大概4000人参加80个项目，净系观众都成80000噶。佢哋有冇专家指导就唔知啦，总之大人细路就唔好学啦。咁都唔系样样都咁古灵精怪嘅，例如跑100米咁，不过要80岁以上长者先可以参加咯。